我去，限定皮肤像素盲王又回归了，怎么免费获得的呢？首先登上我们的游戏，然后在新闻页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。按照完成任务的话呢，可以获得积分，积分可以兑换像素盲王，还有大量资源和宝石。那如果你像素盲王有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兑换下面的魔法符石。每天首次关注活动推荐的部落五位创作者的话呢，可以获得30积分，点赞五个有部落冲突11周年话题的视频呢，也可以获得20积分啊，就是我这个视频，记得给我点个赞哦。包括其他活动，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20积分，还有一个新老玩家专属积分任务，这个一下子呢就可以获得150积分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神秘限时任务可以获得积分，在8月15号中午12点限时开启，只有3个小时哦。第二个活动的话呢，就是周年庆典，与时间成为朋友，发布带有部落冲突和部落冲突11周年相关的视频的话呢，有机会可以获得5000宝石啊。然后下面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幸运抽奖，有机会可以获得万能之书、英雄之书、大量宝石等等魔法物品。获得的机会呢也是很简单，首次关注部落冲突官方账号的话呢，可以获得2次机会，后面的话呢，每天都可以获得4次机会。第三个活动呢，就是推荐达人，最近部落冲突呢也是即将更新了，关注部落冲突顶级达人，爆料福利抢先知，并且呢，在我评论区留下你部落的故事，有机会可以获得魔法剧院场景。所以呢，大家赶紧行动吧，获得的魔法物品不是呢在游戏库存里面呢是可以叠加的，这样更新之后呢，我们离满房呢就更进一步了。